赵英，侯爷有何吩咐？窗户破了，找人来修修。这哪扇窗户破了，侯爷？我说窗户破了。侯爷没破呀，破没破？破了。琥珀，你说我什么时候能绣得像夫人一样？这个你就别想了。这么难的吗？就放床上吧。侯爷，这是半月畔的窗户破了，需要休息一下，这几天我就在这边住。破了？怎么破的？哦，是窗户怎么破的？啊，是小人不小心弄破的，破得厉害，三两天估计修不好，得十天半月的。好了，你去吧。半月畔窗户破了，住不了了，家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住。西跨院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主院，我住在这里有什么不对的？再说了，你既是我夫人，你在这里，我还能去哪里？我睡哪个？哎，别！你睡床，我睡哪个？我行军打仗惯了，石板地上我也睡过，哪儿都一样。你不懂，你睡床上吧。之前是我疏忽了你。没有，侯爷待我很好。金星如愿，伴流远，两相期，愿照流年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忍受他的委屈。你的眷恋，草木流云间，金星被你钦点。是夜如玉盘光线。